咁啊啱啦，數碼嗰戲院重新開幕啊，仲有 Lux View 啲 Experience 影院全港首間添啊！係啊，聽講仲好似有個兩人座位影院添喎，啱曬我哋啊！好啦，我哋快睇下今日睇咩喎？你揀下。好啊。戲院經過幾個月嘅翻新之後咧，今日終於重新開幕。MCL 數碼港戲院設計以數碼顯示影像基本單位嘅像素為主調，大堂懸掛咗多條雙有 LED 螢幕嘅鋁質像素柱，好有 cyber feel 啊！至於影院方面，設有四個各有特色嘅影院，提供818個座位。光效比傳統銀幕高達 85% 啊！立體對比度更加高8倍，令影像更加細緻鮮明，而且光亮度分布得更加均勻，大大減少了銀幕兩邊的陰影位啊！全院更加設有多達63個音箱，令音效更加逼真震撼啊！至於二院和三院咧，都是 FX 影院。不单止采用高清 4K 雷射投影，更加配备 Atmos 杜比全景声系统和震动座椅。戏院两旁更加设有双人座，啱晒一众情侣观众啊！戏院另外仲设有为家庭而设的家庭影院，五个座位为一排，适合一家大小。只需要拉起座位扶手就可以变成长梳化。看戏前后都可以去小食部享用特色美食。